我真的很谢谢我这两位员工，就是我不知道上天上辈子修来的福，才有他们两个这么优秀的员工，然后是我很重要的左右手，然后如果没有他们，大概庭宏也走不到现在这样子一路走。就是很谢谢他们的辛劳了，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平常还蛮懒的，然后也蛮没有耐心的，然后要不是因为心仪的细心，然后 Emily 的用心，然后我可能会很辛苦吧。不是，这有什么好笑场的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我很震惊哎。